最近真的没事吗？没事。你别糊弄我了，你自从上个案子结束后就一直心不在焉，昨天事务所还有对你的威胁信寄来，告诉我到底是发生什么了。唉，我悄悄看过了，那里面全都是对你的侮辱和死亡威胁。你老实说，这和你办的上个案子那个黑道大佬洪承伟有关系吧？他给青少年贩毒的证据都是我私底下交给对照律师的。有心帮的人要查到这件事情，并不难。你不用担心，我自己会处理好。小梁啊，你为什么你应该要？知道我弟的事情。我真的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视而不见。抱歉。哎，小梁啊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先顾好自己。所长说给你放几天假，你给我乖乖待在家里避避风头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那你帮我跟所长说声谢谢啊，还有，谢谢你。喂，您好，请问您是？很快会有一个人来敲你家的门，无论如何也不要给他开。这里是求情事务所的男生律师，请问您是？长头发，手上戴着纹身，不要相信他的任何一句话。你谁？你为什么相信？不如你亲自去确认一下。你看到了吧？你在哪里？你出来！到底是谁？杨女士，我是楼下邻居啦。因为屋顶一直漏水，我想说，我进去看一下。我工具都带来了，我进去看一下就好。不要惊慌，在我帮你叫的警察来之前，听我的指挥就好。从哪里看到我的？你不要和我玩游戏了！相信我，今晚只有我能保证你活下去。等结束以后，我需要你为我做一件事情。你还记得上个月五号莫名出现在你桌上的公文袋吗？除开黄成伟诬陷那些人的假证据，至少还在里面放了200万吧。你袂安怎啦？
哦，给你看我上周抓的，来，最近钓了两个盘呐、啊，每天至少从我这买几管、啊。靠呀，不会吧？你再不会混钱当下的白呀？哎呀，这帮屁孩哦，耍了之后就停不下来了。哪天给你看那个新来的国中仔，吸这个哈、哦，眼睛都直了，我都差点以为哈、哦、他要当场抽筋呐、啊，还叫他小心一点。会使哦，我有改吼，做去伊遐好啦。我迄地吼，最近调料就安尼啦，物件都无好卖啦。等我好了，就去对面的房间躲着。现在。马上就好，现在不要打扰我。滚出来！走。是我一直很好奇，你是出于什么动机才做的这事？因为你可怜的弟弟吗？近日离家出走的男青年梁某某被发现，管我是吗？家中吸毒，别乱抓的，干！尸检报告显示，梁某某死于过度摄入新型毒品云外引发的心脏骤停。前妻本人在几天前也有超过一次。你没必要违抗我，我只是想听听你的答案。要我帮你回忆一下更多细节吗？今晚的游戏结束了，打开免提，让我和小兽聊聊吧。
我很喜欢你的答案。你看得见我对吧？你有种就出来啊！梁小姐，请不要激动。你没有资格看白痴。我告诉你，今晚能结束。这个王八蛋到底要做什么？梁小姐，你在这浑水里陷得太深，有相当多的人希望你死，但我不一样。今晚的事情就当欠我一个人情，但是你必须在这之后把你收集的证据带在身边，用黄成伟给你钱远走高飞。至于这个债，我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该还的。如果你准备好了，就把免提打开，我会让你活下去，说到做到。那你暂时先在这里休息一下。能跟你打直吗？先在这里休息一下，啊，休息好之后跟我上直接做笔录。不好意思啊，今晚又是我。也许吧。告诉我，你是柳星帮的人对吗？我一直在想，我手里的证据到底对谁有用？绝对是黄成伟的死。你们柳青帮的人上上下下，谁不想要轻松上位平步青云？可惜，你眼看是没机会。我们可以走了。梁小姐，我很钦佩你的决心。但也请你不要辜负了我的好意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不好意思，刚给你们烟，忘了。